10月10日，陈思诚导演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曝光首款正式海报，里面藏了不少细节。除王宝强、刘昊然饰演的唐人街神探唐人秦风之外，在东京街头凌乱的广告牌中还隐藏着 Crime Master 世界名侦探排行榜的一些面孔，其中排名第3的野田昊、排名第5的 Keiko、 排名第1的 Kill 以及排名第1998位的宋轶。该片已定档2020年大年初一上映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